中烘焙，还不用到中烘焙，就算普洱，以前普洱私仓都可以让它变淡长，稍微散一下就好，隔层散一下就好，马上就怎么散？放在车里面，纸箱要透气，放进去，两个小时、三个小时之后看一下，这样连续晒个几天，看一下那个霉就不见，不能见光，霉会不见。不是霉会不见，不能见光就好。嗯、对，能做，但是台湾茶就是台湾茶是这样哈、哦，台湾茶的工序做好了，就是我做了一样东西，我放下去了，用包装下去了，三十年它怎么样，就跟它赌了；四十年怎么样就赌了；五十年怎么样不要动它，不要动它，动了就完了。我是这样，如果每年动，都还，我认为，好、哦、啊，如果有喜欢的。这见仁见智，茶就这样子哦。我的高级生，我喜欢化石，我就喜欢嘛，哎，卖得很好哎、欸。就这样啊，不一样，了解意思吧？我认为不一样。好，那这个就会衍生的，对，就这个，有没有？这几棍呢，就盖了几棍，知道吧？拍卖。对对对，今天两位新会员呢，加入群组。老师，请问一下，刚刚那一泡酒豆，它从做好之后，这中间也没有轻微互填，都没有，十几年没有。为什么呢？为什么呢？哦、第一个，在我收藏它的时候，我都没有喝出苦味，那时候的酸度更高，酸。我在讲，我就念专业，酸度更高，霉味更重。它没有早晨梅子香，我这样讲好了，要讲清楚。我刚刚喜欢发霉的梅子香的味道，没有什么知道，没有尾韵的那一个奶白甜，那个奶白甜是时间到了二次发酵了出来的奶白甜，那个甜味是我收藏的这十几年来出现的，原来没有。我那时候喜欢它的酸感，了解意思吗？生啊，酸感。酸转甜哦，干，这一泡我就喜欢啊、哦，我就收藏了一些。那它现在转成这个味道了，我就知道了。等一下，不要这样讲，应该说到顶了，洗干差不多啊，爱啉酒啊，爱跟啉完了，好、哦、啊，最后要送终，送到它，我一定会再想办法喝到它最尾哦，原来。这个茶到最尾是这样子，但可惜我忘了做一件事、啊、其实也不用了，以前我会把一种茶分几种罐子几种方式去同时在一个空间储藏，不一样的温度，我做到这样子，后来我发现就是简单方便实在可靠，好，结束，这样各位了解了吗？我在它最好的时候抽真空起来，那可以延续比较久。再延续啊，五、哦、到十年。因为为什么？当它杀青了，结束了。螺捻、球状杀青，它已经把茶的后续要转化的水分活性处理掉了，这是工序问题。所以等一下，我们来喝什么？我们来喝。2013年，啊、哦，文山包种的清新乌龙，然后往下再喝什么？翻桌50年的包种，哎，现在应该一家子以上了。拍摄这个几天嘛？那时候不知道是从啊，邀请是邓石海，好、哦，那个跟邓老师。凹的，那时候很久。我以前有一个习惯，我们在玩茶的时候习惯，譬如我们一起到一个地方去拜访，喜欢上一个小东西也看不懂，啊，我们会几个人合资把它买下来，拆了去喝，然后去了解它。早期啦，起码不挖到啊，太贵了。一，对，普洱茶贵不？普洱茶好不好？好，普洱茶有没有缺点？好。缺点是什么？喝不起。
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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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老师，那我们 一进来喝的那个大概价位是多少？抱歉，跟你的初恋情人一样，请你存在。相见不如怀念，是不是？我可以送，但是对不起，他不能卖，又没得卖。因为你看当年那位老爷爷、老村长，他东西卖掉，因为大家叫李村长，他的茶会买他的茶的第一票人物，就是会告诉他，哎，陈定王。你编号几号哪一天做的茶那一代我要，专不专业？那一代的茶我要，包括林聪明，包括谁？你有办法喝到他几月几号做出来的茶？拿林聪明那一季的茶出来斗茶，对不起，茶不一样。因为我玩过，所以我很清楚能告诉你，不一样。任何地方的茶都不一样，因为你要知道下雨。下雨后地面潮湿，天后当然现在会讲啊，因为我们现在有室内雨标，天公背了，刚进室内的差就可以了，不一样，真的不一样。农产品是，所以纯洁的爱是最美，它存在你的怀念中。我喝完没喽，我也没喽，我愿意分享给你，但是你说我不能引导你再回去以前我认为的净土，如果它是个孽土，不是造孽吗？我不知道，都变了，环境变了。那如果你很喜欢啊、哦，因为我后来我发现，每一次你到茶博会上去啊、哦，你会发现一个很好笑的问题哦，你把每一个茶农的茶，甚至每一个茶区的茶喝上一遍，喝上一遍，拢无共，错，拢赶快，拢赶快，你只能打两拳，拎没出来，很凹啊。听到吗？为什么？因为它用发酵度，它用发酵度，它用焙火，一三年可以让你喝不出来是哪里的。以前因为海拔的不同啊、哦，海拔从800公尺以上，每上100公尺，室内温每天早晚温差一度温差，所以为什么他们说海拔？它很重要，一三年包种，它的生长会延迟，会不一样。你到越高海拔的地方，你会发现，它到12点或1点开始，比如说以我的茶山在看，我喜欢看茶山，每到1点的时候开始雾霾。对，你很清楚的雾霾就是这样子。